左下腿拉筋的痛，左下腿拉筋的痛，那个拜登呢、拜登呢、他的那个左腿啊，已经被什么力量，在往后拖啊，往地方向再拖啊，再往地方向拖啊，在地方向再拖啊，正在往地方向再拖啊，正在往地方向再拖啊。现在如果这样拖下去的话，也等不到也差不多辩论了啊，等不到差不多辩论了啊，临界也再这么样啊，让川普同拜登去辩论呢，不但降低了自己的身价啊，而且是浪费时间啊，浪费时间，同这么一个气大的人同台的时候，也把自己的身份也拉低了啊，所以既然这样的话，那干脆在辩论之前，让他把他带走算了啊，把他带走算了，免得把川普给污染了啊，免得把川普给污染了啊。现在的状况就这个样啊，免得把川普给污染了啊。现在正在拉他呀，您就在拉拜登了啊，往地方向拉啊，免得往地方向拉啊，往地方向拉啊，免得。把那些拉低了川普总统的身价啊、拉低了他的身份啊，那、川普他的奋斗目标，您实际上大家都知道了啊，只是拜登到底在干什么啊，人家不知道啊，川普的目标志向大家都已经很明确了，都已经知道了，然后拜登呢、这个还是有个棺材跟他躺一下子啊，还是比较文明的，让他有个棺材躺着啊，不像其他国家的这个饱受欢迎啊，最后的结果就这个样啊，结果这样啊，好啊，好，知道了，知道了，再见，再见，再见。